国剧欣赏《白蛇传》节录。你我夫妻理应常饮几杯，来来来，干了吧。啊，官人，为妻身体事事不爽。娘子平日嗨了，今日若是不饮，伙友们要笑话非人的。来来来，干了吧。
后面取之药方，与他调备先救他，与他加以久病
Woo!